为我们按下去喽。当初是因为我们做这个，觉得它的材料感觉太软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垫起来。然后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好看。然后因为这样粘起来的话，它会凸起来，会增加它的阻力，所以而且比较好看，所以我们想要这样试试看。这个名字叫做双层诡异标。双层诡异标。那你刚才不是说，你刚才还有说过什么空气会怎么样？就空气可以流动，就可以流动过去。然后如果粘起来的话，如果凸起来会增加它的阻力。好，试一次。